上怎么看说你的初三跟初四都没有行程，是要陪太太吗？其实我们都还是有一些行程哦。那初一初二也都是满满的啊，我们到各地公庙去参拜，同时也跟市民朋友来拜年。我想接下来整个春节期间哦，我们也都尽可能的，最重要是希望让很多不管是走村或是各个观光景点的民众能够享受到顺畅的交通，所以我们也请相关的局处啊，不管是交通的疏导、观光景点的治安维护等等，我们其实不管市政会议或者是在之前几次会议的讨论，都请大家啊特别上紧发条，坚守岗位。那太太知道您曾经心仪北一女的女学生吗？有安好太座？过年除了安太岁，安太座也很重要。安太座价码大概是可以透露吗？会给大家市民的标准。我知道，我想这个心意很重要。那预产期是什么时候？预产期大概在一月底的时候，所以也在春节期间。这样可以问一下吗？就是你什么时候会回宜兰看一下岳父岳母？春节期间吗？嗯，我要看一下时间啊。我想过往的经验，因为太太娘家啊，他们是开饭店，啊，过年期间也会比较忙碌，所以过往的经验，我们也都是大概等春节比较没有这么忙啊，才会陪太太孩子回宜兰看看我岳父岳母。那今年我也要看整个行程的状况啊，我想我们视情况。好，知道你说你当你在进攻的时候站岗在等这个心理的女生，你是在等当时女朋友上钩？我求生欲很强的，但那时候的确因为学校也很近啊，那时候的确哦，跟我建中的同学，我们有时候会来这边门口啊来站岗，然后相约同学一起去补习啊等等，那都有满满的回忆。那我想今天很高兴，最主要来到北一女中，看到他们乐器队在国外的成功演出哦。我想未来也希望他们能够持续把这样子的精神传承下去，好，持续成为我们台湾之傲，台湾之光，台湾的骄傲。那你觉得你今天来有比空市长的人气还旺？我想今天来纯粹就是给他们最大的鼓励哦，也很谢谢，其实背后默默支持着我们乐器队以及所有小绿绿的家长。很多后援会的伙伴，还有校长、老师等等，那大家的支持才能让这一次的出访能够这么的圆满顺利。以及我们乐器队后援会，我们杨会长，还有我们教育局汤局长，我们几位教练，各位会长、副会长，还有今天现场的各位小绿绿，大家早安，大家好，早。首先哦，其实我期待已久，今天终于可以大大方方走进北一女中，因为过去我都是在门口站岗，穿着卡其服，那时候就在想哪一天我可以大大方方的走进北一女校园，但今天终于实现，非常的高兴也非常荣幸。当然，我们教育局长汤局长在1996年那一次，有随着我们北一女的同学到美国参加美国花车游行。那回想那个时候啊，我还在念高二啊，还穿着卡其服啊站在门口，所以很羡慕汤局长。当然，我想首先我要感谢各位小绿绿，我们所有的乐器队同学，这一次做了一个美丽动人的国民外交。我想看到大家在国际舞台挥舞着中华民国国旗，台北市市旗，我们内心是满满的感动，也很激动。各位是真正的台湾之光。我知道北一女的乐器队成立超过一个甲子，从1996年、2005年两次分别受邀到美国表演，而这一次是暌违了18年，再次受邀到美国来进行参与美国花车的演出。我想这一点表示各位一点一滴辛苦累积出来的成果被大家看到，受到各界的肯定。而且我知道在元旦那个期间，美国加州其实是蛮冷，早上大概看到影片6度左右，但因为比较干所以那个冷度是非常非常的刺骨。而且
我知道各位是穿着无袖、配着蕾丝边的制服，还有短裙哦。其实还要尽力的表演，真的非常的令人钦佩。而且我也看到媒体报道，刚刚影片也有秀出来，很多的资深小绿绿各位学姐也都在南加州陪伴着各位，协助大家。我知道还有一位资深小绿绿，我们梁兰珍学姐年过70，但依然一路陪着大家徒步走了9公里，真的非常不容易。这充分展现我们北一女中学姐学妹深厚的情谊，我也相信绝对是各位一辈子情感的回忆。那真的也要谢谢我们校长、我们教练、老师，还有我们家长会、后援会全力的支持，才能让我们这么多优秀的同学在这一次到美国的演出能够如此的顺利成功，成果远超过我们预期。而且我也看到各位的影片照片在网络上疯传，甚至登上了英国媒体的封面，为最佳照片是哪一位同学？最佳微笑，哇！哇！大家掌声鼓励一下。看到本人啊，哇哇哇！看到照片真的是让我满满的感动，真的，你不只为北一女争光，也是台北市我们国家的骄傲。那当然也谢谢我们教育局一直以来的支持，我们第一时间也给予相关经费的补助。我想未来台北市政府一定全力支持我们北一女，我想这没有私心啊，也全力支持我们越野骑队。我想这么优秀的同学，我们当然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最大的帮忙。而且我看到今天有这样的成果，其实是大家长期非常辛苦苦练，每一天不管是大太阳寒风中，大家不断的练习。而且这当中我相信同学们一定也有受伤，也有受挫，但是大家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过去我在建中的时候，我虽然不是越野骑队，但是我的同学，我念一类组，很多骑队的同学是跟我同班，很多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常会把他们的那个木枪拿来玩一下来学哦。那也感受到其实在练习过程是很辛苦的，所以我相信大家的努力转化成为我们的感动，也谢谢你们让世界看到了台湾，看到了台北市，也更看到了北一女的精神。所以也希望大家把这样的精神传承下去给各位的学妹，而且我相信你们持续会发光发热，让我们这些粉丝都可以永远以你们感到骄傲。那当然最后也要稍微爆料一下，好，我之前除了在这边站岗以外，其实以前高中心仪的女生也是穿着绿色制服，哇！那当然对越野骑队也有莫名的欣赏，所以我太太虽然不是北一女，她是宜兰人，但她念南洋女中的时候也是越野指挥啊，越野队的指挥，所以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渊源，今天来表达对各位最大的支持，也持续给大家加油鼓励。那岁末年终也祝福大家学业进步，新年快乐。刚刚校长有提醒我们高二同学哦，学测还剩360多天。我跟同学讲，北一女的同学不要担心，我记得以前学长跟我提过，我们想到要做什么就尽情去做，想去玩，想把电脑打开，想跟朋友出去走走，不要担心课业。当我们把想做的事情做完回来，就好好的把课业做好，我相信各位一定都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没有问题，我对大家有信心，一起加油，祝福大家，谢谢。